chapter 7 energy of a system part 5 uh, our lines one section eight relation Between potential energy and conservative force，就是怎么样从未能去算力了哈。Section nine 是 energy diagram and the equilibrium，啊，Section eight 是 relation between potential energy and conservative force 啊，其实就是教你如何利用假设已经知道未能，那怎么样去算出这个啊保守力哈。那所以我们之前所知道的未能跟力的关系哈。 我们知道哪些嘞，就是说，如果它是什么，如果它是一维的话，哈，它就是哦，做工是 F d x 哈，那未能的话变成负号哈，记得这边有个负号，负的积分 F d x。那如果是二维或三维哈，有向量就是负的 F 向量内积 d r 向量哈。那所以呢，你可以把什么，把这个 U 哈，把这个 U 换成什么，换成是一点点一点点加起来，就是 d u，然后做一个积分哈。 那这样的话，你的 du 就可以变成变成变成这个负的 fds。如果是一维了哈，那一维的话，如果变负 fds，那这个算简单哈，你就变成 f 等于负的 dudx、欸。哎，这个就最简单的算法就可以算出从未能算出力哈力来哈。那如果是二维或三维的话话哈，那就不太一样哈。二维、三维的话，你要这样，你要用向量方法去算哈。所以如果是二维或三维话，你要把什么把这个 f 就分为什么分为 x 方向的分量、y 方向分量跟 z 方向分量，然后内积这个 dr 哈，这我们之前有讲过哈，就 dr 向量如果是这个三维的话，它就分为 idx 啊加上 jdy 哈，再加上 k 哈 dz，分为三个方向的分量。那一做内积就是 i dot i 会存在，j dot 的 j 存在，k dot k 存在，但是 i dot j。 k 都 K K 都 I 都是消失掉哈，这我们一开始有讲这个内积的概念啊，所以呢你就会得到什么？得到这个未能变化量可以变成负就是 F X 就是 X 方向分量乘上 d X 啊负号，然后 Y 方向分量乘上 d Y，Z 方向分量乘上 d Z，然后再来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哈，我们一直在讲一个东西，就是说 X Y Z 之间互相垂直啊，互相无关。 好，那必须要互相无关的话，哈，才可以讲，才可以把这个 f x 把它写下来，哈，所以互相无关哦，哈，互相垂直无关，所以 f x 就可以写成什么？哦，我们之前讲互相无关可以写成偏微分哈，因为 u 本来是这样 u 本来是有三个变数哦，u of x y z 哈，那如果是这样，如果是全微分的话，哈，d u d x，那它为什么？它 就是代表说他们之间有相关的话，你就要偏微还要加什么？还要再加上这个 partial u partial y，然后 dy dx 啊，还有一个、啊，还有一个是加上 partial u partial z，然后 dz dx，这代表他们之间相相关。那啊、呃，很庆幸我们选择一个坐标互相垂直啊，这之间都无关啊，所以你就是用偏就用偏微哈、啊，就是呃 y x y z 互相互相为分都为零哈、啊。 好，所以 f y 就是负的 partial u partial y 哈，f z 就是负的 partial u partial z，那下一步就是一个数学符号而已啦，就是听起来好像很恐怖，很很困难，其实没有，所以力我就可以写回来哈，三个分量 x y z 哈，这个力量哈出来，那这 x 方向就是 partial u partial x 哈，y 方向就是 partial u partial y partial，那这里的 u 都是什么？都是 u of x y z 的哈，这个。 你要自己要知道一下，它就是在不同位置有一个数字啊，我们叫做 scalar potential 哈，就是位能哈。好，那再下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啊，把这个这个分量，这个这个向量啊 i 哈，单位向量 i 写到前面去，然后因为这篇微分哈是一个数学运算，我们把它放到右边来哈，因为这样我们右边放个函数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运算作用在函数上哈。 然后一样，J 哈，单位，这个单位向量写在左边，然后趴着趴着 Y 写在右边，然后 K 写在左边，趴着趴着 Z 写在右边。好，那这时候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就把它定义哈，这个符号，gradient 向量，就是这样？定义为什么？定义为 I，趴着趴着 X。加 J，趴着趴着 Y。加 K，趴着趴着 Z。那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。 梯度的运算啊，我们前面就讲啊，这个这只是三维梯度的运算啊。如果一维啊，一维就是已经写在上面这个这一行哈，就一维就是负的 d u d x 啊，就很简单哈。那因为它是三维嘛，所以各个方向都会有什么，都会有一个梯度，那最后会形成一个什么？一个向量哈。所以这个 force 会是一个向量，三个分量都有。好，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。 啊，未能来计算保守力之后哈，那我们来举一些 example 了哈，就说我们啊、呃、之前知道就是如果是弹簧哈、喔、连到一个木块，那把这弹簧的外力把它变成木块的这个未能的时候哈，那我们已经有算出一个未能来哈，所以这是对于木块而言呐、啊，这个弹簧外力变成的木块未能，那这时候这之类是一维哈，已经知道 U 以后哈等于二分之一倍的 k x 平方哈，那 f of x 可以算出来哈，f of x 就等于什么？等于负的 d u d x 哈，所以 f of x 就可以写一下，它是等于什么？等于负的这个 d d x 哈，然后二分之一倍的 k x 平方哈，那你知道 x 二次方微分就是掉下一个二然后变成 x 一次方哈，所以说答案就是负的 k x 了哈，所以这个是。 啊，弹簧的位能部分。那另外呢，我们可以看什么？看重力位能哈、哦、，gravitational potential energy and the force 啊、哦。那这边我们讲的是稍微远一点的重力位能，跟我们刚前面有讲的又不太一样。所以比如说我们这时候假设这个啊，两个物体稍微距离远一点哈，一个小 m，一个大 m 哈、哦。 那这时候他就打怎样，他就会跟他的这个距离有关哈啊，哈，不像我们我们刚刚是说，如果都在地球表面，那实际上不是是跟跟跟那个呃它的就是大概是一个常数，如果那时候的那个重力大概是一个一个长一个固定的哈、哦，就是重力加速度也不变哈、哦。但是如果如果讲如果是真的距离很远哈、哦，那这时候会跟什么跟？ 它的距离平方分之一有关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如果是重力未能哈、哦，重力未能，那这个小 m 啊、哦、跟大 M 距离比较远哈、哦，就不是只是在地球表面附近哈、哦，这时候它的未能会讲 U of r，好、哦，会等于负的 r 分之 G 大 M 小 m 哈、哦。好，就写在这边哈、哦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它的力量哈。哦 就会分为什么？就是我们这时候因为只管 r 方向啊，所以把它变成什么 r 方向，然后负的对 r 的微分哦、啊。那对 r 微分的话，这边已经什么？已经是 r 的一次方啊，这等于负的 G 大 M 小 m r 的负一次方哈、啊。所以它微分的话，啊、哦，再取一个负号哈、啊、，f r 的话等于负的 d u d r 哈、啊。 那一开始有个负号，负号跟原本未能的负号就得正了哈，然后再来讲，再來再來微分的话，它有一个这个又有一个负一嘛，所以又变成负号又跑出来哈，G 大 M 小 m 啊 r 的负二次方哈，所以微分出来就变成负 r 平方分之 G 大 M 小 m 哈，那这时候它的 F 就讲指向负的 r 单位向，因为吸引力了哈，就是这個、这个是。 大 M 对于小 m 会有这个吸引力哈，小 m 对于大 M 也会有往那边吸引的力哈，所以都是在 r 反 r 的反方向，一个负的 r 方向哈。那反过来了，你就可以把它积分积回去嘛哈。好，所以 U 还是等于什么？等于负的 W 了哈，负的 W 就是负的什么？负的这个啊、呃、，F dot dr 哈。OK。 那只是这里头唯一不一样就是什么？就是它的重力位能的位能，我们都是怎么定义啊？都是定义在无穷远，两个的相距无穷远的的时候哈，那位能定义为零了哈。然后呢，你就从无穷远处慢慢慢慢把它拉近，拉到 r p 哈，那问你在 r p 位置时候，这两个物体它的位能是多少哈？好，所以呢，F 向量就我们刚刚写负 r 平 r i g 大 M 小 m r 单位向那这里头比较麻烦是。 低 r 项量哈，低 r 向量，我们这时候是用球坐标了哈。那我们后面会再学到，这边是很简单的看，啊，反正其他方向你你刚好没有用到，所以你只 care 这个 r 方向是低 r 哈。那其他还有什么？还有四大方向是 r d 四大，哈，还有 f i 方向是 r 上西的地方啊這。这这两个刚好没用到，那我们后面会介绍这个球坐标哈，你就会很清楚。好，那它们互相垂直啊，所以。 r 单位方单位向量如果内积细到单位向量也会等于零哈，然后 r 单位向量内积 p h 单位向量也会等于互相垂直的哈，所以这也是一种直角坐标，但是球坐标它是一种直角坐标，那内积之后呢，就这样，就会出来变成啊、哦、很简单的负负得正哈，这两两个负号，然后另外就 r 平方分之 g 大 M 小 m 哈，所以这个一内积是负的 r 分之 g 大 M 哈，这个因为你你想一下这个刚好。 负 r 分之一为分就是 r 平方分之一啊、哦，那重点就是说从无穷远处拿到 r prime 哈，所以无穷远处刚好为零哈，所以变成这个本来是减啊变成加一个负号加一个零哈，然后在 r prime 就是负的哈，负的 r prime 分之 G 大 M 小 m 哈，所以你这边你看到就是说你怎么样从未能微分变成力哈。 然后怎么样？再从力再积分回到位能哈，这两个之间可以就是正算反算哈，互相推来推去。好，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就是啊未、哦、能哈，怎么样去做为一份以后可以得到外力嘛哈。那我们特别来看一下就是所谓的弹簧哈，弹簧系统。那弹簧系统的话，你知道它的 F 等于什么？等于负 kx，就是。 弹簧施于物体的力量，哈，然后另外你算出来 U of x 等于什么？等于二分之一倍的 kx 平方。那这边我们要稍微看一下，就是什么？看一下它的这个啊、呃，我们前面已经学过这 f x 图，哈，然后积分是是跟那个 work 有关嘛，哈。然后但是 U 又是差一个负号了，哈，所以其实也也是也是那 f x 图的积分。但是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什么？看的是 U x 图，哈。 这边一个未能跟什么？跟这个位置的关系哈，所以有一个 Ux 图。那 Ux 图如果是二分之一 kx 平方，它画出画出来就是一个什么？就是一个一个类似一个抛物线的哈。那这未能图到底有什么特色哈？当然好，我们已经学到了什么？就是 F 会等于什么？等于负的 dU/dx 的哈。 所以呢，你如果讲，如果你微分以后哈，微分以后是 d u d x 是怎样，是正的，啊，譬如说像你在 x 等于 x 零的位置哈，在这里，然后做微分啊，就是一个斜率，对不是那斜率是正的话哈，那正的话代表代表什么？这力量就是负的哈，所以负的话代表什么？力量负的代表说它会把物体从从这个 x 零这个位置。 往什么？往这个这个平呃最就是最低能量啊平衡点的位置拉。那反过来呢？如果你你在什么？你在这个点啊，比如说 x one 啊，它在负的这个负的这个 x 的位置哈、啊。那这时候你看到什么？看到它斜率是负的哈、啊，斜率是负的。那斜率负的话，要加一个负号以后就变，反而变成正的啊。正的话代表什么？在这边的话，它会受一个力往右边拉哈。所以你看到。 这样子的一个未能哈，它的平衡点哈是在什么？在 x 等于零没错。但是呢，重点就是说，当它讲，当他离开这個平衡点的时候，它都会往这個平衡点位置拉。那这个东西它的平衡哈，跟其他未能图哈的平衡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而且你特别看到什么？你可以用未能来看物体哈的运动，然后看它的平衡点在什么位置。好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说。 假设一个粒子哈是在什么在平衡状态的时候，那我们就说它的什么它的 net force 是零啊，所以基本上就是未能未能对位置为分等于零哈。那这边有什么？有好几个平衡状态哈，A、B、C 都是平衡嘛，在 x 等于零的地方它都是平衡哈。你看到这边刚好都是 x 等于零，好，这个是 x 等于零的地方，好，那这也是 x 等于零。 那所谓的平衡就 d u d s 等于零，叫什么？就是它那边就是就是它的斜率为零了，就是你可以切切线就是一条什么一条这个平行的线哈，就是就是就是斜率为零的意思。好，所以你的平衡除了这样，除了它的力量为零哈，就是 f 等于零，0, 就是什么？f 等于零就是 d u d s 的哈。 除了力量为零以外，你会想说，哎、欸，它到底是什么样平衡哈？所以你看，A 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稳定平衡哈，stable equilibrium。那 stable equilibrium 就是说，你如果有这样有一个小小的位移离开什么？离开这个这个平衡点的时候，那这时候会有一个什么？会有一个拉回来的力量哈，restoring force 啊，就往回拉力，那 pushes the particle back to its equilibrium position，就是帮你拉回去的哈。所以这我们刚刚讲的弹簧。 系统的位能就是很明显的哈，它会拉回平衡位置。那 B 的话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 unstable equilibrium 哈。他说如果你有一个小小的位移的话，他就会讲，他就把你加速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哈。那就是像 B 这个 B 这个图形哈。那其实这个图形你也可以用碗来看的哈。譬如说，啊，因为碗其实就是提供一个边界跟一个位能哈。所以你把球放在。 碗的中间，哎，这时候你稍微推一下，它都会讲，它都会回来哈。拿到稍微推一下哈，它的那个因为提高了哈，然后它的重力位呢就会把往把它往回拉哈。那如果你把碗倒过来放呢，哦，然后上面放一颗球，这时候你稍微推一下，它讲，它就滚下去了哈，它就不会回到原来点啊。所以这个所谓的 unstable e q u i l i b r i u 就像是碗把它倒过来放。 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是 neutral e q u i p m e n t m 哈，就是说，哦，它其实你往右边位移或往左边位移哈，基本上都还是在什么？还是在力为零的地方哈，哦，都力量就它还是没有没有受力的哈，所以这个是属于 neutral e q u i p m e n t 在在一个很比较大的范围内内啊，它的力量都是零哈。